怎么这么有力？香港啊！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海瓜子。那今天来到一个新开的一个海钓场，这家店早期应该叫金德利海钓场。那在12月2号的时候，它就重新开幕哦。这个现在改的新的名字叫做方洋海钓场。那海钓场的住址呢，我就写在下面啦。那它的地址哦。他家刚好是在那个金鼎海钓场旁边，所以我刚开进来的时候，好像似曾相识一下。那今天我稍微问一下老板娘，他这边这阵子放的主要就是像黑格、鲈鱼，然后金鲳、龙虎斑，这一些。那等一下我会拍环境给大家看一下，顺便看一下这边回鱼的价格。那今天呢，用的是这一把名扬钓具的硕哦，这个是 M300， 那卷线器呢是用 Larissa 哦 ，BBS C300 3000型的。OK， 那今天用的主要是以那个胡须虾还有小白虾为主。那记得这边食饵的话，它全部都要用这边买的。哦，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用虾仁的话，你可能先来这边买，然后退冰，东西准备好的时候再找老板开单。OK，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来试钓看看喽，开搞。开钓啦！今天还有我的钓友小雨，还有准备要 PK 的，对不对？小朋友，今天呢，我们中场有个 PK 赛，来看一下这一把名扬钓具的超可爱的小朋友的杆子。你看，超小只。等一下，中场有一个 PK 竞赛。我来跟小钓手来 PK 一下，那我们今天先来找鱼一下。哎呦，下去了，中，有了，开壶，哦呼呼呼呼呼呼呼，哦呼呼呼呼。有冲呢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我没想说今天钓完再来，哦 ，OK 呢，奥利，开竿了，开竿了，奥利，快点，开竿了，哦，很黑呢，哇，开壶呢。哦，这只很粗哦，四指多呢，哦，有五指哦，五指宽哦，舒服，给它拍哦，拍哦，再来读它一下。哦，我这边发现，老板这边超贴心的，他是用这种钩子，你可以钩在旁边这样。哦，平常我们都怕什么绑的时候啊就掉了还是什么，那这个。用钩的之后，没有鱼，那个鱼护会比较深一点，鱼的活性也会比较好。
拿给小朋友玩的。哎呦，中咯中咯，在前面而已哦。哇，也是黑格。给给给。要捞，老板说要回鱼，要用网子捞起来。哇，这边因为真的是半海水，老板刚刚有讲啊，这边的海水差不多咸度大概是 1.5 左右，一般养殖场是 1.2， 然后这边加到 1.5， 所以这边黑格在吃饵的时候，真的就直接这样冲下去。下去了，哦，哦。哦，你要叫你一头慢慢改好。哇，好滋，好滋，好滋！这一片我会剪掉。又出下课。好滋，这一片我会剪掉，证明你没有来。哦，哎。这也太大只了吧！哈哈哈哈哈！给！你，我看到，跟你讲。来，你钓的。哇，大鱼！这大鱼它怎么钓得上？要爷爷，爷爷，弟弟，弟弟要爷爷。专心钓鱼，专心钓鱼。老板心，还没到。对啊，所以让他累一点。好 ，OK。接进洞，好，我们来换超小只的钓竿。哦，超小钩，超小钩中黑壳。插小钓竿得分，一尾，好像不是这样的，是他吧？快收回来！赶快收回来！啊！有一个！钓到鱼了，对啊，
下水面看看。哎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哦，凶凶凶！太有力了吧！脱胎废啊！脱胎废啊！这还没，连浮标都还没看到。这么有力，香凶啊！三公斤汤，哇！小哥。那有这重？好，放个掉，放个掉。耶，双哥进场啊！下去了。哦，滴，没猜到你耶。卷卷卷，快来卷卷卷，卷卷卷卷，用力哦，要用力哦，要用力往下卷，要用力，要用力，啊，要用力啊，不然你会出去啊，要用力啊。好了好了，他上来了，他上来了。哦哦，我觉得对了，我觉得我右手要抽筋了。嗯，好，下课啦。我们就来看看今天钓况如何吧，带回去。对啊，三只啊。好，钓完啦。那今天我觉得咬况还不错，但是它后面放完黑格之后，就整群黑格就不见了。然后后面就金鲳也在找位置啊。其实它金鲳其实吃的好像是今天吃比较忠诚一点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几只了。来，今天的渔获一二三四五六，都是谁钓的？都是你钓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今天钓了六只，哦，有一部分的时间在顾小朋友，哦，其实没什么专心去钓了。但是我觉得这边的咬况还不错，像我朋友小雨，哦，啊，后面几乎都是。哦，干干金鲳这样哦，咬况非常的好。我们先来偷看一下，它总共钓了几只啊？哇，它这个今天真的是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今天如果是专心钓金鲳的话，哦，那个渔获量也是不错。那这边还有一只红骨啊，哦，那只红骨也蛮大的。OK。啊，我们今天的钓况就到这边。那方洋海钓场这边呢，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，它这边食饵就要这边现场用哦，所以你自己带的腌虾仁啊，吼、哦、都不能用的。那这边其实我觉得它那个胡须虾还蛮咬的。那、啊、我们今天啊，你看又中了，
今天就看他表演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流口水，流口水。上次他看我流口水，这次我看他流口水。今天我们有天才小道手的加持哦，就是不一样。你看又是金仓哦，水深大概在八尺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水深差不多在八尺而已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钓况就分享到这边。喜欢的影片记得帮我做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钓到这边喽，拜拜。